的只有八个的，这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我先看那个，我就想我看我大哥，我就看那个，先看那个天蓬元，能明白吗？嗯，看那个，我先看谁，我就第一个看见他，这是一种取向。还有一种取向，我看我大哥，我可以看正宫，我看二哥看坎宫，我看小弟弟，我可以看艮宫。看哪个准呢？都准。能结果能是一样吗？一样的。就等于说，看好比说看大哥，我就算看天盘干的话，也是看天盘的那个。我看这个。大哥，我可以看正宫。那看天盘干咋看呢？看哪个字啊？我这个这一个心金呢？就看心。我这好几个，一是用年龄区分，我就两个。你比如说，我就两个啊。我先看这个心金在这儿，心加人，这个是人加心，不能跑这儿的啊。物加心嘛。先看的看他，后看的看他。你说吧。能明白吗？先看的我看他，后看的看他。先看看天盘，后看看地盘。哦，就是如果确定你月来看的话，这是区分呗。先看的就看星，后看的老二哥就看刃呗。哎，我看地盘的。看地盘星。他好像他能不能跟那个，还不是我看震看艮都一样？不是，他俩是两个概念。是不是结果能一样吗？我两个概念，你可以结合看。哦。他各有各的像。啊，就看地盘那个心字了，对，看地盘的日干。这里头吧，运用的时候复杂一些。复杂到哪儿呢？能达到什么情况啊？能达到我一个女同志搞对象，不一定第一次就成。现在的，你比如说现在的丈夫，看庚。现在让我看庚，这个到时候能给你讲。现在这个是庚，庚下临丙，庚下临丙。我往下翻，再看这个丙，这第二个，第一个，这以前的第二个。丙下临戊，第三个。他是这么区分的，能给他翻到八九个，是朋友吧？就是丈夫。那他没结那么多婚呢？处对象的一样，他看丙，一丙定。就庚是现在的丈夫，丙是丈夫之前任的男朋友。对，你比如说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你比如说，我这人呢，有情人有十个，我这十个情人怎么看出我这十个哪个都什么样子的人？这样女的是不是看丙啊？是不是看丙？看丙呢，丙加戊，丙加戊现在的是不是他？然后呢，地盘的丙是不是以前那个前面那个情人？地盘是以前的，地盘是以前的情人，地盘的是以前的，是他，地盘是以前的，往上点啊，这是往上点的，你看啊，他。是这么看的，现在的情人，这是一个女的情人，这是指现在的，现在的丙吧，他以前可能他还有情人呢，那以前那些人长啥样啊？干什么呢？是不是看地盘那个丙？看地盘那个丙，那地盘丙以前还得可能还有一个呢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丙上临啥呢？临个心吧，是吧？我再往下拽。这咱看地盘的那个心，这就是现在的，这是现在以前的，是不是啊？那这个呢，就是现在以前的在以前的呗，你一个劲往上翻，明白吗？我说的道理？跟那物没关系是吧？不看的，因为以前的是地盘。但每个局都能找出这个丙。心都能找着这个现在以前他没那么多呢，就不用看了。他没有，他不是，他有的时候你能看出来多少个情人。你首先他这个临六合就要多，是不是就要多？他不是一个情人。
一不是翻来翻去翻到哪儿，你不能把整个宫翻完翻十翻九个宫呢？那不能说每个人都有。一般的呢，他到那个太极点以后呢，他这转转转转转转，他这又转饼转回来了，走动了，走动了，知道这个能转不动的时候吗？知道。他不能把有的时候不一定把整个宫全转完，他就返回去了。对。而且呢，他出现什么问题呢？当你起完盘了，你看啊，它这个局啊，它有一定的规律，有的往上翻呢，转弓呢，有就是有的是往这个是正转的，有的是顺转的，有的是逆转的，还有格跳的。它什么呢？丙加戊，戊加辛，辛加丁，这是顺转，它有的是这么转出来的，有的呢，丙加戊。他逆走，戊加辛，完了呢，辛加丁，有这么转的。还有的是什么呢？丙加戊，戊加辛，他跳的，这是不一样的，他的应期方法都不一样的。没人说这玩意儿，网上没人说这玩意儿，他也不研究研究这玩意儿，他肯定不一样。那有人说，哎，我这个应期按的正常应期段子咋没准呢？他就没准，那就不研究研究，因为他这个就像咱说太极有顺转有逆转还有格跳的，不一样。他出现这个情况，你不总体研究一下子，人家也断，你也断。那起了局都不一样，真不一样。你可以搁电脑上，你起几个盘，你可以试试。他有的呢，往下翻顺转，直接就干第二宫，就这么顺走的；有的还逆走的；有的呢，隔跳的、顺跳的，还有隔逆跳的，还有对宫跳的，他不一样。因为他飞宫飞的不一样。对，他不一样。不一定赶到哪儿了。他不一定赶到哪儿了，所以说这样说呢，他就有一个。不管赶到哪儿了，就是都是。按着跟就他的理论走，都是按照那个现在的，完了现在以前的，以前的以前是对，这个是得这么翻。嗯。所以说你翻来翻去，翻来翻去，翻的那就翻不回去了。那你找不出来那么多呀？他哪有那些？那这个新就结束了呗，到这个新人就是以前的情人，以前的以前的情人呗。不是，还可以翻。你翻的那再翻就得翻他上边的那个平安了。对，不是。找这个的完了再往下撵，这个人那边是这个丙，比如是丁吗？丁完再找地盘的丁呗。那就明白了。这有点像那个成语接龙是吧？你这那个我说一句话，你最后一个字就是你开头的字儿，就成语接龙是吧？对，就有点那个性质。但是看以前就看地盘。地盘是以前，天盘是现在。他一个正点一个反点是不一样的，他撵。那能不能免看错了？也没那么些，你给撵啥呀？你没那么些，你撵你不浪费时间吗？你不，你不这话是得说啊。当时撵出来就截止。你得能看出到哪块的截止。临六合了，就是多的时候这么给他撵。多的时候。他不临六合就不用这么撵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也不能看，因为他自己都忘了，啥样了，是吧？他问。但是我绝对翻过，翻到过九合的时候。但是有时候。有时候来的人，我说老师，你问你这个结婚之前出了四个男朋友，是不是通过这个看出来？就根据这个来定。对，他问过我听。不是根据那个宫的那个几是几个数吧？根据看宫数啊，我咋不根据宫数呢？宫数。根据宫数，他离合的时候有几个，有几个，或者是有的时候还翻。数完还零六。就像那天他姐姐吧，那是你的姐姐吧，就说那个孩子上面有孩子死了，完了老师说他是几岁几岁死的，他那个岁数是不是就是宫位数？以宫位数取的。我猜。那不是他，是那个那谁，他那个女的那个。他姐姐姐姐的那个。就那个听课那个。他为什么叫姐？我同学喜欢同学。对。那不是那孩子，那有个孩子没成婚，他这孩子不是老大的，是不是咱给您定出来？搞点实在。这个奇门呐，用了那个基础这块，好掌握。难就难在你运用这块。
什么时候让学生看，什么时候让老师看。我买这个东西怎么样，你是上货，你是当货卖，你想增值还是你自己用。我现在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，冷的不行了，我买这个衣服我要穿在身上，风衣也好啊，大衣也好啊，貂皮也好啊，它是对我起作用的。石干杯这个产品它对我日干冬起了好作用，这东西我买我穿上我就不能冷。但是不是这样，有的时候不是这样，我进这一批货也是衣服，也是衣服，但是呢我要卖，我不看对我怎么样。就像有一些人搞一些化工产品的，知道对我有污染，我一给戴上口罩我也去挣那个钱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可对我可能是不好的一个东西，对我产生了污染性刺激性，但是呢这玩意儿生了利润，它可以给我创造出价值，这个你必须分清。老师我有问题，你要好比说咱举例说，就好比说我想招标，然后呢你们三个都是来应标的，我看谁能给我的就私下给我的钱多，那我应该怎么看？也是抓均量抓工位数吗？我看那个工位数里面有误。不一定非得抓均看啊，他做的方位不同可以取工位，可以取工位，哪个对我有利，或者哪个能给我带来财运带来利润胜了。而且呢咱们还得，人家招标的人肯定要谨慎，我这个工程哪个哪伙不是骗子，哪伙的实力强，根据他天地人身价格就要定他的实力，看你实力行不行。你有人没学武那就是骗子逼缝的，而且实力没有，你给他那不是自我拉工程吗？而且你最后做拉是给那你一些钱了，你利弊都得给人衡量啊。说呀这个有一个这个人在这儿呢，是吧？在这儿呢，你日干在这儿，这个人呢离玄武，生你对你有益，是吧？对你有益，而且呢，咱再说这个生门又在这儿，生门给你礼盒，这人生门又给你钱，但是你这个工程你实干，你得开门为事业，在这儿呢，他离玄武他磕了你这个事业，把你这个活事业就离实干了，这就离实干了。他把你这个事儿和你这个事业给你骗泡了，给你骗了，那给人衡量，这人绝对给你钱，可能给你钱要多，比别人要多，但是你这个事让他做肯定给你做砸了，你给人考虑考虑一遍，说我不敢，我干两天我就跑了，我就下台我不做了，乐谁谁把我招完标我钱拿走，你说这行，让他做去，这样他可以做。那个人是看算朋友的，不是他好几个人，他说的不是好几个人吗？在这儿这人做了一九宫，这还有个巽四宫，这还有一个人、这一个人，你们说这儿还一个人，他做的方位不同取宫位，他的方位跟什么取，跟他那个招标那人公司所在的地方取宫位啊。等我跟你讲这个啊，这个方位呢是模拟方位，不是正经的方位。你南北你不一定带个罗盘去吗？对啊。哎，以啥呢？以你的对宫来取呗。来取，你的对面就是离宫，你别管你坐南面还是坐北边，这叫模拟方位。只有风水上是用正式方位，你别搞错了。那风水调整上，你家南面有煞气，这就是南方，是正式的南方。你正式给预测的时候呢，你在我对面，我就看见有离宫就完了。你别给你自己找个方位去，你自己没有方位，有人都怪把自己，我是做砍了，我说你别是看你把你抛出去，这回就是离你的对面，以你定空间嘛。我怎么知道你们仨谁在我对面啊？我要是自己不定出来我的位置的话，你坐那块谁在你前面你看不着啊，他在你后面你不知道啊，是不是这道理？你现在你那么做，他就在你前位上，那就迁宫，你就看迁宫就完了呗，你别管他是不是真的西北，你别瞧看的，这叫模拟方位。那古人打仗是不是也没有指南针，大阴天看不着太阳看不着月亮的，上哪找方位去？那模拟方位，我的左方，我的右方，我的前方，我的后方，就他俩呢，他俩的那就把他看成离宫的，他俩是对面的就离宫。对，
但是对面座一般的都取日干又是取时干了，日干时干了。我没见过你们呢。什么玩意儿？我没见过你们，但我只有这三家公司，我想跟一家谈呢。你想跟一家谈，这你可以不，这不能取方位了。那就不能取方位了。按数字了，那就按数字了。按数字取方位，还有或者按年龄取方位，还可以用啥呢？用编号取方位。去落工，那不一样了。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呢，你还找啥方位去？对，是不是这道理？那我还是没明白。那我还不说我招标，你们仨都来了，那我是可以取方位，他对着我，你在我这边，你在我这边。那如果你们一个一个来的呢？一个来，我看日干就完了，我看时干的人就完了呗。哦。你这玩意儿，你说你要不会用，那不就傻吗？时干就是那个人这个事儿啊。那我行不行啊？我来，我先来了，他看实干，那你再来，他就不能看实干了吧？还看实干？这是用局往前推的，这是用局方法不同呢。那你都看实干，那一个局俩小时都来了。就是啊，我就想说呢，前五分钟进来，五分钟进来，我咋整啊？这是用局方法，你这还不知道呢。啊，我老没讲到那儿呢。那你有收钱？那你那要是搁一千个人，那都一小时来了，你都那一开门框都一工作，哪个事儿？对呢，天天相亲的。是不是啊？没事，我说老师你接。我也这样，着急。必须得知道这个道理。他用局使用局方法不同，为什么他有特定局有报数时间局呢？到时候跟你讲这块，人家这人找你预测，哎，老张啊，你在不在家？我看你预测。说不行啊，现在我外面呢，现在我这块人忙，你别来了。你明天，你明天中午来，明天下午都不好使。这个时间是你给人家规定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个时空要你给人占用了。他明天来那个时间局不准。你试试，肯定不准。那就以他打电话的时间看呗。不行，那个时间该不是他的，应该他来。对呀、啊。但是他没有来。嗯。就是额外，万一我给他聘用了，你别来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就你办这个事，你想办，你别来了，办来了，明天来办来吧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明天我不在家，谁来给他办？谁给办？别人你不认识，你就不给你办了。这是一个，就像咱们，现在我让你办事儿去吧，本来咱俩很熟，你能办的事儿，但你不想给我办。但是你明天你就出门，你就告诉我你明天来吧。嗯，我明天去了，正好你不在家还报不了。嗯，其实这是一个人为的障碍，就是人为的一个时空转折点。所以说，为啥有的人来了，让他报局、报时辰，进入自己的时空，不能用特定时空。你让人家明天中午来，这是你把人家规定死，你必须明天中午来，不准，你用这局不准，绝对是不准的。但是他自己自愿的，他自己进入自己的时空。嗯、你现在你看看，你看看省长市长搁家干啥呢？你看不了，你现在你看不了，你跟人家没有太监性了、嗯，没有沟通、嗯，没有沟通，知道这个道理吗？嗯嗯，你不知道人家是睡觉呢还是吃饭呢，是不是这个情况？你看不了。如果人市长进人这不开个门，关上门就走了，他已经进入时空，马上起来他干什么，我就可以看出来。大街上全走的，好几百人搁那走路呢。我想测那人，我测不了他干啥？测不了，你测不了，跟你没关系。他没有你太监时空，但是他出现外应的时候，那人拿菜刀搁那块儿，拿刀就跑啊。他是要砍人家，还是要给人送菜刀的？这时候起居我就能看出，因为他出现外应。人都搁那正常走路呢，你说你干啥呢？你干啥不准？那后边咱俩走道不认识，完我跟你搭个话，这样是不是就有太监？哎，这样可以。因为他进入你的时空，你有一次他可以。有的时候这就是你学会了，他不完全是万能的。嗯。那你现在看看一些国家领导人干什么？你看不了。明白这个道理吗？他没有进入你的时空点。他没有外应。你看咱现在看，咱要打哪个国家，看他们干啥呢？说睡大觉呢，咱去打。必须得出现。外在的因素的时候，古人打仗的时候，哎呀，那边来一匹马队，这马队是干什么的呢？是敌是友啊？马上起居。是外因，不是应应。外因。外因。他没讲到这儿呢，不知道。外因。那边来个马队，这马队也是干啥的？我现在起居看，啊，这是敌是友，我可以看。什么也没有呢，你起那马队看不着，你不知道，人没出来，这谁马队呀？看不了。我说你能懂吗？那可是他那马队过去，他没跟我说话呀。但是你看到了，他出现外营了。那像他行动走的人，我也看到了，我也能起。那所以说他多，哦，这是多一个，大街上一个人没有，
就一个车，他光在双路上了，我就可以看他是喝醉了还是说失手了。那一百个车都撞树上了，我看不了。为啥？他就好比风水来讲的，风水来讲呢，东南方有个小房叫停尸房，但是人家家都是东南方有个小房，这就普遍性，有针对性和普遍性，有针对性和普遍性啊，不一样。那到四川人都吃辣椒，这就普遍了，不奇怪了，这是普遍性。你到人家那个哪个民族啊，也穿他那服装，他都那服装，你穿出去他不奇怪。这有一个，你要是光膀子出去还奇怪了呢。但是到咱这来，哎呀，是黑人咋呀？这就奇怪了。满几句就能看。这是不是奇怪了？不一样，他有个针对性和普遍性。为啥得有人择吉？挨个日历翻呐，翻，哎，今天这个点日局好，不对，不准，那叫共有时空。不准，你这个时辰吉，这个时辰吉有人撞车的，有死亡的，还有人得财的，那怎么说啊？这叫共有时空，不准，绝对不准的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那这人给你打电话了，你现在在家有车是准的？这准的，是不是？这可以，这啥跟你有一定的关系，有一定台阶，你说我看我姐干啥呢？我可以看。没有电话，就什么也没有。我其实你跟人家都不认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说我现在看看谁呢？看看拉登干啥呢？看不了。那不是我想看我同学现在干啥呢？就是能看吗？那也认识。可以看，但很少联系啊。可以看，那也能看。我知道年龄也可以看。只要认识一些，哎，对对，知道年龄认识。因为你们有气场，有开点沟通。那他没问你，你也能看。那也能看，完全可以看。这不认识的是肯定看不了的，没有信息。你没有信息量。你不认识那全国10亿10多亿人的，你不认识的多了，你都挨着看一遍，你看不了。那就像那惠英涛，我不认他，他认识我，不，他认识我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我，那也看不了。看不了，这大家都是一个单一啊，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，记住这个道理。他形成不了太极阴阳，他撞不起来的。咱俩认识的，他阴阴阳，他就阴阴阳未知道嘛。不，你多怕你来学习来了。你单一不可以，单一不可以啊。好好讲，穆老师，不想当坏的。穆老师，那我如果要看小张，他现在干什么？哎，这可以，因为你接触过了，接触过他总来往。那我是看月干还是看他年龄呀？看朋友，要按朋友算，按朋友看。看朋友看月干。哎，看年龄也可以。看年龄。就看朋友。就看朋友。月干结合年龄。你说我跟他不是朋友，他也就是我客户，偶尔来一趟。啊，对。他爱咋咋地，我就看时干，我就是看，最好是看年命是最准的。啊，看年命最准。年命，因为你这个时干呢，有的人他起居，起着急呢，看看这日干，其实日干是你，因为这局是你起的，这不你的所有状态吗？这不是不准，就不会用。对，因为好多东西他局起出来他不会用。这理论是很能，就刚才我说的，你要跟我学习，你在没学习之前，我不是你老师。你看这个老师的水平咋样？你不要看那个天赋性，你要看实干这个人，你要测我这个人呐。你看这个人，老师这个人的水平高低，这人保不保守，能不能全交给你，要看实干的。但是你跟我学了习了以后呢，你说这老师对我咋样？你就看天赋性。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你这个你要不会转化的时候啊，你测不准。现在我看你们学习什么样的，我也看天瑞。看天瑞。人家没跟我学习，说你看我能不能学，我就看石兰这个人。他要想测的话，我要给他测，我就看石兰这个人。那我要是说现在开始我跟你打招呼，我下周上这来听课的，我想看看你，我现在跟你不是师生关系，我就说我下周想来学习，我跟你打招呼了，是不是也不能按？不看天赋性。那我要是看你的水平，我就看实干。你要测的这个人的水平。啊，就是我就想看老师的水平啊。那你看实干的，现在我不一定是你老师呢。对呀、啊，那我看实干结不结合天瑞星看，不是天赋星看。不结合。不结合。就看实干。天赋星是另一个概念。就看实干。就看实干。那要是像你看我们这么多学生呢，天光看一个天瑞。不是，这是。我学生对老师怎么样，就是天府星跟老师跟那个跟天瑞星的之间的关系。嗯，
你要一个学校一个班级，这个老师教的才好呢，这个老这个学校的升学率才高呢，但是不能百分之百都学好，对呀、啊，可能那个人就没考上大学，对、啊，所以说，但是没等于那老师付出没付出，嗯，水平不行，不代表这个，所以说这个老师的水平怎么样，这个老师对学生怎么样，这是总体老师跟学生的关系。再者呢，这些当中哪个学的好与不好，一是以落功取数取工位。二是啥呢？用年龄起工位。那你们这些人不一定我这一学一讲都会了，可能他差一点，可能他就快一点，可以看。那不能单独以天瑞星，天瑞星是包括大家。很严密。那万一我俩同年生的呢？同年生有，我先看谁，我看哪个，还可以先后，动静主客先后，这你都得了解的，这是亲们的。基本要那我不看自己的老师呢，我看我女儿的老师呢。你也可以啊，那你可以看女儿啊，以女儿的命啊，或者女儿以时干命，不就时干了吗？这个老师呢，要是教上他了，就以天府星看。哦，就天府星和时干的关系。对，时干的关系，就是对我女儿咋样、嗯，对我女儿吃小灶，或者单独很用心教我她，哎，总提着她，对，总辅导她，这是对她的。但是啥呢？这个老师对学生怎么样？所有的学生，这就是天府跟天瑞的关系。哦。哎呀，那接着问哈，那这要是假如说我看我姑娘的老师，我想给我姑娘找个老师，还没形成师生关系呢，是不是也是看师干？看师干呢？看师干就看这个老师是不是师干，看这个老师。对呀、啊。那我姑娘也是师干。那用年龄代替吗？用年龄代替。那是用他不知道老师的年龄吗？不是，看孩子的年龄啊。孩子年龄。就跟老师分开了吗？要不我问就是老师跟孩子成一个宫了，对呀、啊，那咋看呢？然后呢，你还得结合，有的时候还结合啥呢？这么看一把，然后再和天府和天瑞关系再看一把，就当着老师跟学生又什么样？嗯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结合看一下。他这里很有深层次。那老师好几个呢？那像区分呢？有奥数老师、英语老师，还有什么舞蹈老师？那区分呢？文理科给他区分呢？艺术老师，嗯，是吧？你都得看呢。那各个的不一样啊。各个的老师和实干之间。对，咱这老师里头有区分，你比如说。丁文科，壬水就是理科了。嗯。哎，咱们这个昨天忘了，这壬水是理科啊，不是九门是理科。壬水，最后一个宫呢？记录了。什么时候一个宫啊？就是老师和那个想看的那人都入一宫。入一宫，一宫定，他俩一样的。那像英语老师看啥呀？英语老师一般的按文科定，是不是啊？文科。按文科定。就是艺术类的那老师呢？艺术类的有景门和乙，乙还有啥呢？有杜门，杜门主技术，杜门跟乙这是艺术，技术老师，艺术类的技术老师。但是光看艺术老师的，你像什么舞蹈啊、钢琴呢、啊？那就属于啥呢？额外的了。你不可能每一次问的时候都问一起我问。我一起我问，不一般不出现那个。你可能今天我问。我今天我找个艺术，你不能这一天把所有老师都找齐了。对。他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，这是逐渐你给他区分，有年龄年龄区分，没有年龄中方又方位区分。就是老师的年龄。对年龄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说老师你哪年生的？那这事结不结合女儿的年龄呢？实干的要结合一下还是好的。比较长期来讲，老师的年龄和女儿的时干和女儿的年龄要结合一下，结合年龄必须结合年龄，得结合年龄，因为你女儿你肯定俩呢，你仨呢女儿，那到底哪个老师给哪个女儿啊？不一样。再一个呢，还可以区分，我大女儿我可以看巽宫，二女儿我可以看离宫，小女儿我可以看兑宫，是不是这么来？你他都有区分呢。这一块吧好弄，就是这个总体的东西好弄，就是运用这块技巧这块呀非常难，还有的人他就糊涂，他非得抓到那个相应上去，他把太极点立到那儿了，错了，一下就明白错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而且方位的使用这块非常关键。这是的，这是日干的话呢，他
的对面就是这儿，是不是这儿啊？他的对面就是这儿。应该能明白的时候啊，这块应该能明白。就知道它是对面了，那有啥用啊？你坐车，我这个那不给人转一个吗？你坐车，你对面坐的可是领导。我不管你车往哪个方向走，我不管你前后左右，那路是拐弯的呢。他就是三号，他媳妇就是四号那个。他对面就是一个领导模样的人。就是这么应用的啊，但是我给你讲一下那个真实的，因为它有个模拟时空、模拟方位和一个实际方位，它是不一样的。模拟方位啊，你对面就是你，就是相对和绝对的关系。对，你不可能，我这我一圈桌子，这个大伙搁这吃饭呢，这一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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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能拿盘去量吗？我不能量。现在我搁这进行着我，那这就是离呗，是吧？那我不一定那就是我呀，那这就是我，那这就是离呗，那是啥呀？你还非得不一样，这儿非得是离，哪有那事儿啊？模拟的就不要求那么准确，不是，它就是模拟时空，东西相对的，你相对在我前面。我坐的我就以我是坎宫，你坐我对面就是离宫。你坐我日干就代表自己呗。对呀、啊，日干代表自己。我喜欢，我看你们日干就是我的鱼啊。哦。是不是这道理？那你没。你这儿呢？这儿呢就是根呗，那还可以啥呀？那你还是哎，不是根，这是签呢？不对，不是那么来的啊。现在你看我。那就是以我作为我就是坎宫呗，就。那不一定，你没有宫。没有，你没有以你的这个点啊，我这个点就是坎的位置呗。不一定就是哎，反正你对面是离，也可以说是坎的位置。对呀、啊。那有人一趴你肩膀搁后边来一句，这人就看坎了。那坎不是你，别给你找个地儿的。那有时候我这个日干和离宫还同宫呢，有没有有可以？有啥都有。对，那咋办？也可以同宫。那就看对宫呗，还看同宫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说的意思？他同宫就还是同宫？对，我就说可能会同宫。同宫还是看同宫的那个，不看那个对面那宫了就。啥意思？没听懂。就日干。我日干和离宫是同宫呢，就在离宫上呢。我俩并排坐一起的呗。不是。你整错了啊！空间的取用啊，和别的取用是不一样的。空间我就有空间的，不看日干宫了。啊，就不看日干宫了。空间的宫，这个就是你的宫位了。这是他的宫位，这是他的宫位，必须日干、年干、月干再分个宫位去。方位用方位取，空间用空间取。那我要看离，就这个离宫和我的关系，那不得看离宫和日干的关系吗？不是，跟你这宫的关系。离宫和我宫的关系。搁你宫就别看日干的，因为我这个卦是大家用的。那和我的宫，我不还是坎宫吗？你是坎宫啊，你坐哪儿你就按你这个宫位定。永远是他做工的那个对面。对，一般的都不这么取用。一般的怎么说呢？我算他跟我怎么样，我算你，咱们几个吃饭，你对我咋样？我就看日干是我，日干就是你，我就这么运用就完了。我不这么用，我看你们几个谁是头，谁是董事长，谁是司机。我这时候我就取工位了。你临上面你就司机，你那工；你临支付你就是董事长；你临物你就是财务，你就会计。我这么取就完了呗，还找你干什么玩意儿啊？非得给自己找个地儿啊？人家董事长也不给你当董事长有没用啊？你看着他，明明我说这个道理啊，糊涂，太糊涂。你现在这个宫的取用就是在这儿呢，人这块就是离个知府，这块就离个商门，这人就是个董事长，这人就是个开车的，这块呢又离，不是这块离个，更吧。哎，我要跟董事长做生意，我是不是得看我和董事长的关系啊？那不用了。你要跟他做生意，你这些日干是你是干就他。啊，就单独俩是。你俩的关系，你跟别人还这叫董事长是玩的呢？明白。你方位和单独取用是两概念的东西。你这点思路还打不开吗？你这块，你比如说这块里个物，这个乙家物，这个人，或者物吧，
这人就是财务的，这边啊，这个就是财务的，哦，就是管钱的，这人就管钱的人，你别给找你的，因为你看他，但是我不一定跟他们都说话，我不一定跟他们都做生意，我跟那个的，你可能都是这些都是头啊，这些多人都是师傅，这怎么区分呢？我要跟谁做生意，我是干净，我是干净，他就完了。这不单独分的吗？空间和单独取用是不一回事的吗？咱们几个人吃饭，哎，我就想跟你俩做点买卖，我还不跟他跟我做，我还不干呢。我就看咱俩都是日干是我吃还是你，咱俩这么扯。那你说这老师，但是我要不知道你们干啥的，我就看啊，你临啥了都？你哎呀，你是个你有病，你跟天瑞，我就看你。哎，他临制服，哎，他是头。那我一桌人吃饭全是市长。这个是齐齐哈尔，那个是什么大庆的？那全林之府吗？不一定，那不一定。那就一个师傅。那我看，那就一个师傅，一个局里头，是不是啊？对啊。那不一定，那可能林之府那人那个工位那头是最大的。嗯。他的权力肯定是最大的。嗯。但是呢，那个别跟你说话，因为这个没有跟我说话的，只能说这个知府这个落空跟我日干那个公关系，这个人能怎么样？跟我关系。完，那个人跟我咋样？那个人跟我咋样？只跟日干说，但是我单独测就是单独取用，日干吃干关系，就完了。这好理解。先把理论讲完了，完再给你讲。那应局很复杂的呢，有特定时间局，还有固定时间局，它是不一样的。你不能都用特定时间局。你看现在前段时间我可忙了，这学生都考大学，做了好几个，考完试以后呢都发挥到最佳的水平，非常不错。哪个方向去考试跟哪块开始走，它是不一样的。就冲家出门呗。不是，但我跟你讲这块啊，它不一样了，因为那个时空点就是对他有利，这是利考试的。那古人有口诀，一求财一往生房，是吧？哎，生房去求财，哎，打猎问死门，是吧？打猎调研去问死门，哎，讨债伤门。那古人有那套科，它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运用，但是不是像你说的那种情况。你搁家你这孩子一天学都没上，你就考试去了，我给你整一下子你就考上大学了，不可能。就像你昨天问我的，你给人家下完当了以后敢保人家当官吗？我这话说的有问题，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给人家去下当的，我敢下完当我高保敢保人家能当官吗？他像个狗窝一样，我去给嫖风水去，他就能当皇上？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你比如说人家那个搞建筑的，你给我建完这房子以后我就能发大财吗？你这个地上你是个老郊区老农村，你能发大财？你搁他妈大街你盖个他妈这么大一房得发财呀？你首先得有时空的地域，自身条件也够，自身条件也够啊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他给你一个给你这么大个小布头呀，你给做一个貂皮出来，你能做出来？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人家自身就是那么多大块张貂皮，让你做，我可以给你做貂皮，我可以做大衣，我可以给你做出来。但是你给我一个这么大的布头，你让我给你做个貂皮出来，那能吗？是不是这道理？你这孩子一天学都没上，你去参加考试去，我就能让你走哪个门？你就走什么天门？你考上哪一个？在你原来学习的基础上，我让你发挥最好，不慌不乱，而且超常发挥。这我能做到，你就知道二加三等于四，你等到开方的，等到这个微积分那块你没学，我给你整完你也不会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你不能违背常理，你是神仙了，那不可能，你做不到，不可能的啊！他就给你一个老臭嘴羹，让你给下当去，你给下完当他就能提职，我就不信那事儿呢，那谁能做到啊？谁敢呢？没有一个风水大师，我也不是大师，我也做不到。但是啥呢？你这个到那块儿，你给我这块地上，我山上一量，我就知道你这个地上下完蛋能出什么情况，这我可以告诉你，这我是知道的，
因为你自身条件啥，就你那块布做出来以后，我能给你做出什么形状，我得告诉你，这个能吗？是不是啊？但是你说你这块这个布，我给你做出貂皮了，这办不到，那骗人的，从来不可能。那哪有那事儿啊？是不是？哎，说人得病了，这家伙我给你整整就好了，那医院都慌了，啊，都不死人了，没有那事儿。一定要理解这个啊，就你问的那个有点我答不上来，是不是答不上来？哎，你给人家下葬以后，敢保人家提官吗？我说这没有一个敢的，不是说咱水平不行，他给你那个地上就不行。那老师，就好比说这个人他本身的八字就不好，然后那个想给他调调祖坟，那把他家祖坟好比说搬了，搬到一个风水好的地方，那他八字本身不好，那是不是也好不到哪去？那不一定，那可不一定，那桌人上还要饭呢，那要饭人当皇上，但是人自身命占里边，是不是？你看人家八字好，这是一个。他就是八字不好的情况下呢？八字不好，他什么都有改善。你这人长得丑，我给你穿一身好衣裳，你肯定都不吓人。是不是啊？但是你绝对漂亮不了，你不能当明星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嗯，就是改善的。它是改善，对，周易记住，周易，周易是改善命运，它不是改变命运。那改变命运把自己都改了。那命运注定有劫难的话，就给它调了，它也得有劫难，只不过没那么大。对，没有那么大，或者缩小。周易是改善，你要一定要记住，是改善命运。改善命运啊，这善还不会写呢，你说这还，这是总不学佛，这善良的善，改善它不是改变，它变不了，那变了以后呢，就给自己先变个省长，别给别人变的，吹，改啊，原来你要饭要不着，到我这门口去，上别人家没有，给你撵走了，但是呢，给你调整呢，哎，这人可怜，我得给他，我捐助他点，有人就被捐助了。改善了，是不是改善了？这是这个道理啊！你别给他当神，当神不行。所以说这玩意儿学完你不是神，别抱很大希望，说我这玩意儿学会我就当神了，不能啊！但是起码他可以改变一些。还有一个，我有点说，就是那个口诀里面，什么什么三杠死路强，还有那个什么。长了一个那个伤门，就讨债找伤门。你说我起了一局，这伤门在坤宫，那我要带那个方向根本不是在坤宫那方向，那咋办呀？你就是钓鱼，咱可以选哪个死门在哪边，咱们去上那边去钓鱼能钓吧。那讨债它就是在那个方向。说白了，现在就是学生考学这个，你肯定你不会。不会啊。你一问这话，我就觉得你不会。是啊。啊，跟再跟你讲。这就是你怎么来选择的那个时空点的问题了。那我家搁这儿呢，是吧？那上门搁这儿呢。对呀、啊，我讨债那家不在那边，在正宫这个方向。对、啊，搁这儿呢，是吧？跟我平行呢。对呀、啊。这就是你选择那时空点。那上门用不上呀。都能用上。那你考试那个景文，它是一个时辰一转的。哪个时辰在哪个点，在哪个方位，它得形成太极点，往后你才能接入，专门讲，就会跟你讲啊。这有一你一提问这个你就不会，你肯定不会。是。但是你别骗人家，说我你这孩子考学的时候啊，你考不好，你按我说的，你肯定给你考上，不一定啊。他自身学习条件非常差。咱们只能在他学习的基础上，学习水平的基础上发挥的最好或者超常，但是绝对不能你上初中你把大学的文化打上，那不可能的，超现实，不可能的，一定要这个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尽量不骗人，提前告诉人家，我给你做到最好。有的孩子学习很好，但是考试时候就怯场，就没达到最好，就忽略了，就大意了，他有这个情况。非常多，但是咱们给他做了以后呢，不可能。再接着来格局，物价一比零，物几了哈？几家物？几家物呢？古人叫它犬翼青龙，犬啊，几就是狗呗。
己家务，犬意青龙。吉门谋旺岁喜，说吉门呢、啊、日日好门呢、啊，你谋旺岁喜，哎，凶门呢、啊、枉费心机。但是古人的这个科用语是怎么来讲的？为啥它叫犬意青龙呢？我解释解释啊，己呢就是徐呗，这个知道，甲戌己嘛，徐是不是徐狗亥猪啊？嗯，这些狗呗，有人说狗骑龙是吧？狗骑龙也行，你那骑啥骑啥？这戊是甲子路，甲乙青龙，这是潜于青龙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哎，潜于青龙什么意思呢？就原来你人模狗样的你这人，你这人是个丑陋的、垃圾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遇着贵人了，你遇着好人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嗯，理解人家啊。这个己呢是想法思意，哎，有人给收钱的呗。己是垃圾的土，在上面。是吧？戊是大地主，跑大地主上面的坟墓在上面，是不是啊？而且呢，戊是连带把钱，就是这要是撤投资的话，有人给出钱呐。哎，这要是办事的话呢，石甘霖这个事儿呢，哎，你这事有时候不可告人，但是有贵人帮你，有遇上贵人了，他出现这个情况，叫犬遇青龙。这个就能出现什么情况呢？在乐爱给他说你就说，不说呢你就不说，其实是一个小人得志的歌。己小人垃圾，垃圾最后有人帮你，你不得志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就是个小人得志的歌，他出现这个情况。要施展能力了，施展才华了，有人给出资了，还出现这个情况了啊。己呢，己还为腐肚子是吧，腐啊，己为腐，物为肉，这个歌是啥呢？是个怀孕的歌，也是犬意青龙，也是个怀孕的歌啊，肚子里多肉了，怀孕了呗，是吧？己是想法思意，物是钱，想钱了，或者想买房子了，这都可以啊。物还得买房子，哎，想买房子了是吧？想赚钱了，这都可以。喂，哎，哎，这是几家物全青龙，就是说啥的，小人得志，变成好事了。我说测病呢，就是管用。测怀孕，测孕妇，测女人的怀孕，是怀孕的歌啊。可不可以说测病是肚子里长瘤了？可以说。这一般的水或者在内外寒，嘴和肛门痔疮长瘤了，长疙瘩了，捂一块儿，是吧？再一个啥呢？这个还有的时候出现啥呢？叫结石，肠结石之类的，几位肠，肠里有土了，结石，肠梗阻之类的，就是全这个情况。几家物，几家几，几家几叫地户逢鬼，古人叫他地户逢鬼，病者发凶必死，百事不遂。说病人呢发凶必死，不是这样啊，不完全是这样，他有的时候就不死，你试试，他呼吸基础慢，有的时候就不死，我测过，那最终也得死了，再死那人早晚都得死，那你说得是呗，不，那不一定，呼吸慢，那可不可以他要测我说他死的时候慢慢死，对，为啥说病者发凶必死呢？因为己是地户，是坟墓，你见着坟墓，坟墓，坟墓，见着都叫坟墓，坟墓里都是鬼呀、啊，所以这故人叫他地户逢鬼。坟墓里面全是坟墓，坟墓，坟墓，这不站在坟墓
在坟墓里过去就叫鬼，所以叫做地府本鬼。哎，这样咱们给他烂的，你这些小人太多，都是鬼呀、啊，鬼就是暗地里你看不着的嘛，鼓捣你的人就是鬼呗，小人呗，小人太多，而且呢，这人呢干见不得人的事儿，都是鬼事儿，鬼事儿呗，不公开的事儿，哎，想鬼事儿，哎，这病呢不是很好，但是不一定就得死。暗地里的事儿，不光明正大事儿，你这都是鬼事儿，拿不到阳光桌面上来，一桌面鬼就跑了，没了。是你。是刚才说测有这个，你也测的是这个。忘了，记不住。他在说是几家几？几家几地风鬼？你说的，那个小人多。我忘了，记不住了。而且几代表计划，代表想法，想法多多呗，计划多多，这人都有想法，是吧？再三考虑，计划多。也可以代表这个。那这个人身上，你说这些事儿都会出现。你问啥测啥。他没问的那些东西会出现吗？没问地方，你看你啥？如果这人是死，这个人死门的话，他家阴宅坟上有坟，他家坟底下有坟，这是他家阴宅。但是他人生门了，你家房子里头原来有坟墓，不是一个就完了呗？看啥说啥。这离开门，你工作当中净给人有那脑鬼，全小人，你得看他有格局存在方法，他不懂的。你要离天瑞呢，你这就不行了，危险了，是吧？病者发病，病子用说的是吧？你都看成鬼了，你说这个就行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这得这回就不慢了，是吧？啊，这回就不慢了，林天瑞那一样也是慢，但是你得死。你们可能没转机了，这回治不好了，但是不一定马上就死。它每个信息符号啊，它代表好多意义，代表的意义多呢，它不一定都出来。你得看你断什么事儿，或者是你应上了什么星门神，它不一样啊。就是已知条件越多越准确。对，也可以说综合它，也综合它，它不能单一的。你单一的你不一定，那几家几你这窟窿，你这玩意儿窟窿，你这外围环境风水呢？这要是外围农村，可能那边有排坟地，有坟地啊，好多坟地。但是你市里大街是哪儿坟地啊？全马不路呗，你完了呗，窟窿。你这玩意儿你得会使，你脑瓜就不开窍了。你这大街上你这市里的窟窿哪有马哪有坟呢？你违背现实。是吧？你这离啥呢？你这个挤人挤路上好多马虎路呗，是吧？就是这农村不是这样，路边有坟埋没坟的呗，这个现实嘛。你这大街上埋坟，他妈早给你扔了，不可能。你必须啥的，你得合乎现实。像你家那个就是那块坑。低洼几为低洼就是坑，大坑，不是坟，那是肯定是不可能。村子里面有坟。一般的村子里头现在都没有了，没有坟，那就啥那块有大坑。哎，葫芦形的坑，大坑套小坑，这就完了。低洼。那你要不是人大地里头，可能就是坟墓；再一个路边上，农村的路边可能就是坟墓了。那根据他别的符号代替，看你看是什么，一定要给他思维。模式自己会读相里，庚几家庚，几家庚叫刑格反明，叫刑格反明啊。辞讼者先动不利，若遇阴刑者有谋害之情，这是古人说的，这我都记住了啊。几家庚叫刑格反明，因为庚代表阻隔过不去，是不是啊？几家庚，几组生了庚金，几是想法。生的这个仇人，我这个想法，我坏你，你杀人家，你杀人多好呀、啊！其实我，咱俩关系不好，我就让你干点坏事儿。几是我的想法，这是仇人，是不是啊？刑格反明就是刑，他有个刑啊，指刑伤之意。刑伤之意，说辞讼者先动，你要打官司呢，先动不合适，先动失礼。吃亏，
为啥他先弄吃亏呢？打官司的时候咱们讲啊，就是天盘为客，地盘为主。先动者，动者为客吧，是先动为客啊，后动为主呗。先动为客的时候呢，你要生人家，你要吃亏。就是打官司词送先动者不利，先动的天盘是动，先谁先动谁就是客，谁后动谁就是主。你生了人家，先动者不利。若遇阴星，阴星说那这阴星呢？咱们再给你讲的这个星的阴阳，星的阴阳呢是根据阴阳论来走的，不是根据那个男女卦位来走的。从这儿开始到这儿，是不是用的是阳论啊？嗯。从这儿到这儿，是不是用阴论呢？哎，也就是1834。和9276，就是彭任聪府，彭任聪府秦阳星，秦阳星，英锐助心，英锐助心，阴续名。哎，古人有这两个口诀，其实也不是啥口诀。彭任聪府秦阳星，英锐助心阴续名，就是彭任聪府算阳的，英锐助心就是阴的，这星是阴分阴阳，就是1384宫，1384宫就1834宫啊，阳星。他是阳星，9267宫为阴星，你再来。啊，那秦五也属于那什么？哎，秦按阳星，其实秦是孙武功的，这有个双重性，有的时候有个相同性，但是规定的时候他先要按阳星定。彭任聪母秦阳星，英锐入心阴气明。若遇阴星，就这几个阴星，就是有谋害之星，想害你，行得反应。哎，庚未主格位不通，这是出行，撤外出出行啊！你还得返回来，因为庚是主格，你过不去，仇人搁那站着呢，是吧？拉登拉刀搁那等着你呢，你去你就得下回来。这要撤事呢，你还得返回来重新做，这个事不行。返回来之意，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！不通啊，行格反明，己是想法，庚是主格，你这个想法被堵住了。是不是理解？单独，己是私欲是想法，庚是阻隔，你的想法，你这个私欲堵住了，过不去。此路不通。哎，此路不通，你要出去了呢，你还得回来，还得重走，可别想过去。哎，你比如说咱出门开车，说看看这条道能不能过去，追这个人赶紧回来呗，去了，这块到前面还回来，就这个啊，他是测试也是这样，你还得重新来过。这不行，有返回来之意。哎，这婚姻也是还得返回来，你离不了。哎，这个给他理解进去就可以了。哎，这样值得不？哎，我想阻止某一件事儿，也可以的。哎呀，你想不让他们做这个事儿，也可以这么理解。那调过来呢？庚加乙呢？庚加乙叫行格，不是行格反明，他俩是两个，是不是啊？那就先读哪个呢？就是乙加庚，己加庚是想法受到主格，庚加乙呢是主格想法。那不是，那两概念的啊，那概念不一样的。
从上往下读。从上往下读。不能从下往上读。受伤的歌。永远。那是受伤疾病经常的歌，和这个阻隔是两个概念，这个比那个轻。老师，你家刚刚是投资呢，那我本能回来啊。这个啊。啊，还投资二遍呢。你反过来，你还得这个你投不上，你重新投，你这做不过去。重新打算。重新打算吧，这个你想投资，你这没投资这老不行。不成。你起码你投资这行业不行了。嗯。今天就得反过来重做。打官司，刚才你说立什么来着？打官司。打官司立主，不立客。立客吧。对。嗯、打官司你后说话，那就生了你了，你就当仇人了。嗯。要不他仇人，你还得上赶着人家去吗？就是天盘是己，地盘是庚。打官司立客不立主。对呀、啊，立主不立客，立主，立主不立客，立静的，主立静的吗？啊，主不动，客就行，客动，嗯，立主不立二审，嗯，还得重新审一遍，审过不去，立二审，能不能来人啊？这你看你屋里看呀。庚是车，庚是路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庚是车，车上拉的是垃圾，拉残土的车，拉垃圾的车也可以制度。这类商人的话，这些就是垃圾车，垃圾车，拉垃圾的车，是吧？也可以这样说呗。这是女人车，想找丈夫。啊，她是想找丈夫的啊，对她想法其实。你给他直读就可以了。不是哈，这脑袋太笨，想不出那么多事儿。不是想。庚都代表什么？庚代表什么？那庚代表丈夫，代表仇人。不是，代表车，代表路。我记不住，就不会用。你这个。这要是男的，男的没在家，说你现在想你丈夫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想嘛，丈夫。嗯。直读呗。己家心，己家心叫游魂入墓，游魂入墓，遇阴邪鬼魅作祟，遇阴邪鬼魅作祟。为啥说己家跟叫游魂入墓呢？因为己是坟墓，心是尸骨，这坟墓里头有尸骨，这是正常的，是不搁里头呢？尸骨搁里头，尸骨搁里头，这是啥呢？坟是个完整的，既有坟，又有骨头，有鬼魂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游魂搁墓里待着，这个尸骨搁里头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叫它游魂入墓。但是见着游魂入墓呢，必须得与鬼魂有关。鬼魂就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，跟错误有关，是吧？跟思绪、想法有关的。这个就是犯小人的歌。嗯。哎，与阴邪鬼魅作祟，阴邪就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东西作祟。这是个犯小人的格啊，但是你要测病的话可不是这么的啊，那偏测病的话呢，咱说就是疫症，也就是啥呢，外病呗，老百姓说的叫，是不是啊？疫症，明天来讲呢就是遇着鬼魂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这测病的话，但是人家测事业的话，这单位开门事业当中一个犯小人，你脑袋你得转个，是不是这么理解啊？老师，你说刚才你说几家几是小人捣鬼，对，那要是站着这个格是小人捣我的鬼呗，我要是，就是你不是小人，他的小人不捣你鬼，你也捣人家鬼，你也是小人。不是小人捣我鬼，就是我是小人，对，捣人家鬼。捣人鬼。那几家木是小人得志，那是我是。你谁得谁得志？那谁站着这格上？对，谁得站得上？啊，站着那格就是他，就是本身就是小人。就是哎，这个人就行了。啊，得志了。嗯。我给你举例子，你这个几家务犬一群龙，你实在你要办这事儿，就是你的事儿啊。原来你想的可没事儿了，都因为不行就成的那想法，但是啊，最后真有人帮你，这是你实干临上这个事儿的情况。如果这个日干临上的是你，这人原来不咋地个人，现在行了，有俩钱了，都物不钱嘛。嗯。哎，通过别的关系。遇着贵人了，这家起来了，有钱了，嗯，你又话不同呗，对，这话还有钱吗？太当然说，哎，小人捣鬼啊，嗯，一定要知道这个
小人捣鬼测什么？测啥事儿啊？是不是啊？都有不公开的，是吧？不得告人的，容易出现这个事儿。那测病呢，就容易出现外病，叫疫症。再啥呢？这个情况容易出现，要测病还容易出现啥呢？要临腾蛇的话，天雷腾蛇那就是外病，或死门腾蛇。但是啥呢？有的时候他单临这个呢，还有的时候出现啥呢？痔疮、拉肚子、几次肠了肠子出错了，拉肚子呗，肠炎，在内盘就是肠炎，是吧？几位窟窿。是吧？几杯水。